Good morning, hello, teacher. Good morning. You say 幸福拍手歌，你们看到幸福拍手歌了吗？看到啦。好，Volunteer，Go。好，second one，好，第二个 volunteer，好，阿爸 go，唱大声一点，阿爸 go，还是哪个唱？艾玛 go 啊，艾玛，我应，艾玛 go。很好，很好，很好。好，我们先就是停在这里了。先这个，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 June 这个上周这个分享的那个 Happy New Year 的唱法。他说他这个孩子也在这个合唱团里边，他也唱了，唱得非常好。他的这个音质好到让我比较震惊，是比较专业的，是 Ron 在我们的群里边的。其实他刚才也在，这个我，这个非常好。这个我们今天还是三个话题，一个是大家分享这个一个事儿你曾经做过的，第二个是我们的对话，第三个是唱歌。今天希望是最后一次分享 Happy New Year，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好，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这个幸福拍手歌，我是只是把乐谱分享出来了，这个目的是就是让大家感觉到音乐带给我们的欢乐，不管它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包括我说 Happy New Year 的 Happy New Year，还有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丢手绢的乐谱，这个时候让音乐充满我们的生活，充满我们的身体。好 ，share us one things you did last week， 分享一个你上周做过的事儿。好 ，volunteer， 大家的这个角色，这个英语角是大家的英语角，就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哪怕一首歌。一个小小的事儿，一两句话，两三句话，谁愿意来分享？就是大家的英语角这个事，给大家补充一点，我们现在每周增加为两次了，在星期四下午的五点到六点这个时段，具体是五点十分到五点五十五，增加了45分钟。好，谁愿意来分享你喜欢的一件事儿？一句话，两句话，用英语来说。Volunteer, who'd like to be first one? Hello, 是我来说。Okay, go, 魏江。Tell us your name first. I love your music. Okay.老师，我说的对吗 ？Yes, go ahead. 我喜欢音乐。对对，我听见了，你继续说。I listen music. Okay. You like music? 我听音乐。You listen music. 好 ，second one， 第二个 volunteer。谢谢老师。哦，一方看到一方了，好，一方请说。一方 I like sing. Okay. I like dance. I like go to shopping. Sorry. Okay, please repeat again. 一方，我说的对吗，老师？那个 slowly, no problem. Repeat again. 老师，我说的对吗？对对对，你说再说慢点，再说一遍，知道吗？Again, 对 ，repeat again. I like sing. Okay. I like dance.
Okay. I like go to shopping. Okay. You said you like sing, you like dance, and you like go to shopping. Yes. Okay. Third one. Okay, 第三个。I'm guy, 戒指。Oh, 戒指, go ahead. we sing together very happy. Okay.如果我没有打断你的话，你就继续说，知道吗，戒指啊？可是要么你说，要么你说一句吧。对，要是你说完，你说 That's all。我就说我们一起唱歌非常的快乐。啊，我听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假如是你说一句的话，说完了就让大家知道哦 ，That's all。或者是你再就是啊、thanks 是的，你 thanks 也可以的，对不对？好，第四个来，我们再来一个吧。现在这些再来一个，第四个谁愿意来说一句？好 ，Linda， go Linda。This is first time I come here. It's great to be here. Okay, welcome. I'm interested in singing, in dance. Now I'm learning a dance. That's all, thank you. Okay, where are you from? Thank you.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hina. Okay, welcome. 好，这个我们这个很好很好很好，这个我们第一个话题就到此一下，打住一下了，第一个话题。这个是，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月了。最初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所有的英文里边最简单的词儿，但是呢，是我们经常碰到和遇到的。一个是 thanks， 要经常带在嘴上，让人对你一个好感，也让你自己充满一个爱心。第二个呢？Sorry 这个词最好把它忘记掉，不用去说它，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心理困扰。第三个 repeat， 如果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没有听清楚的话，最好别回答 yes 或者 no， 这个时候就请对方 repeat。 假如说你还没有听清楚的话，就拿张纸请对方写下来，如果实在没有听清楚的话，你就非常抱歉告诉他你没听清楚，或者你摆摆手，什么用这个叫 body language 告诉对方，千万不要回答 yes 或 no。 好，最后两个就是 yes 或 no。 yes 是在你确切的时候回答 yes， 但 no 的话你没明白就 no。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特别是 sorry 这个，我彻彻底底的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要说这个 sorry 这个词，这个会带来英语文化的差别。老外就是个口头禅，那 sorry 就随便什么都 sorry， 但你说的时候你不是那么直，不是指那个意思。特别咱们中国人都喜欢遇到事儿的时候都喜欢自己责备自己自责，这种心理这小小的障碍没有必要，请大家忘记这个词儿，尽可能永远不要说 sorry。 好了，这些词儿的话就是像我们经常生活里面都非常用到的很多的，我给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这个群的名字取名叫实战英语角，不用的东西我们不用去学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该学的必须面对的学。像一个词儿的先 go。好，一方要想说什么话，一方你说，一方想说什么话，一方你举手了。老师我想问一句，如果我走在路上，有一个人他要问我这个路有个什么地方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有时候顺口就说出 sorry 就
就是我 I don't know，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您觉得说这个 sorry 是对还是不对呢？刚才我也明确说了，这个 sorry 是不对的。为什么讲 sorry 呢？你都很爱心告诉他你不知道了，对不对？要是你告诉我不知道 ，I don't know。对，就 OK 了 ，That's all。如果你告诉他 sorry， 为什么 sorry？ 你把路，你假如自己都不清楚的话，你把路指给别人指错了，你说这个别人对你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个没有对错的概念了。那我怎么说呀？就是 I don't know， That's all， I don't know。但是你要是要再客气点 ，Good luck， Good night， 好运，对，就好运。因为你不知道嘛，对不对？这个就是逻辑上这么简单，不是说你是个 nice 不 nice 的。Luck， luck， 知道了，谢谢。好，那我们说这个意思，就刚才确实也很明确了。还有个 go， enjoy 这些词儿，就是我不知道，就上次我周四提议说，提议了一下，大家谁带了笔带了纸的？因为我们谁带了笔带了纸的？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我们增加周四这个时间，就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不断的温习，会写，对，不断的提醒自己。那么这种的话，你的学习效率才高。这种我啊就不会反反复复再重复再重复了。这个我自己也轻松一点，大家学习也有学有所得。要不学半天，跟着我什么都没学到，这个我自己觉得也很那种，对不对？你所以就大家一定要带支笔带张纸，把关键词记下来。 OK，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分享就是我们过去是分享一个词的，那我给大家分享了我的观念，就是这些叫做什么，叫做残句，就是这些你看起来就是什么两个词三个词这种，但是生活里面经常用到的，而且这种句子啊没有歧义，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八个，谁愿意来念一下？大家的英语讲嘛，谁愿意来念？就是我们都是 volunteer。Who like to be first one? Volunteer. Volunteer. Be careful. Volunteer. Be careful. Come on. Be careful. 好，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英语角大家，我说一个，我插句话啊，我们这英语角大家互相看不见，你就说之前你告诉大家你的名字，让我们有一个互动啊，我知道这是戒指，这是一方，还有这是谁谁谁，这是 John， 还有这是我们这 Mary 老师等等的，好不好？谁愿意来？第一个 volunteer， be careful。好，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大家，对不对？这让大家认识上你嘛。因为我们最终还是疫情过后以后，我们大家还会聚的，对不对？是我吗？你叫是怎么说你？你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平平安安。我嘞 ？Be careful, come on, follow me。好，说大声点 ，speak out loud， 说大声一点。Have fun, I see. Take care. OK.好，那第二个来，第二个谁愿意来说？好 ，Linda go， Linda G， Linda G 举手了 ，Linda。好 ，Linda go。嗯，我明白。Linda， 听见了吗 ？I see。好，那个 Eva go， Eva。I name Eva. Okay, go ahead. One, be careful. Be careful. Two, come on. Come on. Three, follow me. Follow me. Four, go ahead. Ahead. Four, five, go the luck. Six, have fun. Seven, I see. I see. Eight, take her.好，谢谢。好，叶念东，好，叶念东 ，Go。Be careful. Come on, follow me. Go ahead. Good luck. Good luck. Good luck. 祝你好，祝好运。Take care.
好 ，Linda， Linda， 你刚才找你没找到，好 ，Linda， go， Linda， I'm Linda， 好 ，go， Linda， be careful， come， follow me， 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 去吧 ，go ahead， good luck， good luck， 好，行行 ，I see， take care， go。iPad， 别人在说的事情，尊重别人说话。好，叶念东，叶念东 ，Go。Good luck。请叶念东说，其他朋友就不站起，不用说，等一下，知道吗？好，叶念东。哎，叶念东人呢 ？One. Be careful. Come on. Come on. Follow me. Follow me. Four. Go ahead.Good luck. Have fun. I see. 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八个一个，这个是断句的意思。谢谢大家啊，这个分享一下，为什么叫把第一个换成 be careful 呢？这个是 be careful， 还有一个 attention， 还有一个。这个是大家都是我们都是成人，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啊，一般都带有经验性的判断。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哎，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告诉别人 be careful。然后第二个，我做事情的时候，我都走在别人前面 ，come on， follow me， 跟着我，对不对？第四个呢是努力，年轻的，go ahead， 去做个事情，去 go， 对不对？第五个是什么呢 ？Good luck， 这个人啊，嘴要甜，祝别人好运，对不对？参加活动的时候 ，have fun， 玩得开心。然后别跟你说什么时候 ，I see， 或者是 I see that， I can see that， 我明白的是怎么回事。那第八个就是 take care， 这个 take care 是对所有的朋友在群里边的。这个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今天有点新的，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要提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哪个朋友愿意来解释一下这个问号是什么吗？哪个朋友愿意来解释一下这个问号是指什么意思？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to us for us. First, volunteer. 好，一帆，好 ，go. 我觉得是指着那个人要回答，让他回答。那个人在问他，我的朋友 ，my friend， 就是 hi， 就问那个对面那个人 hi， 比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Hi Lida， my friend， 就是你是朋友吗？啊、我知不知道对不对 ？What time it is？ 就是现在是什么时间呀、啊？Thank you，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看我这个句子是 What time it is， 也可以用 What time is it， 一般是正规是 What time is it。这个你看这个非常好，这个你这个勇气啊，不管知道不知道都敢说，跟我这个性格很接近，非常好。一帆继续加油。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就是说我们是英语角，英语角做什么，就是要对话，就是要说要听，当然最说是我们的主要的。你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问别人，别人没听见的时候，可是别人听见的时候，没听见的时候怎么办？要等着别人回答你的问题。这个问号就是问号，问号是要等着别人，你不能我说了大通，别人什么没反应。第一个，这是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从问问题开始，三句话。第一句话和别人打招呼 ，Hi 一帆 ，Hi 戒指 ，Hi John。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等下来，就是这里的问号了，等着别人有反应。假如说，嘿，一帆没反应，好，再给一帆打个招呼 ，Hi 一帆。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手在他的身体前面做个像他给做个示意，一定要等着对方对你回答。第二句话是问你真正的问题，你要问几点了，
或者是问其他问题。你看三句话里边是只是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第一句话没等着对方回答，你这个问话就是失败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话，但是这是所有对话 conversation 的根本也是基础。好，对方回答你的问题了，好，你要谢谢对方。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 Question, your question. Do you have a question? No. 好，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No. 好，我再说一点啊，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在遇到的所有场合，不管是什么官员还是什么企业家，我准备好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失败的。我自己也有自信心，我希望大家朋友来到群里边，唱歌要唱出自信心，对话要对出自信心。这个对话不是要搞得多复杂，把一个问题自己准备好，只问一个问题。假如说你还非得问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没关系，把第一个问题完整的问好、听好以后，再准备第二个问题。对，这个明白了吗 ？I see， 明白。很好，那我们今天现在已经是29分钟了，我们今天准备这个，准备把我们这个 Happy New Year 这个我们唱了这么几个月了，给它画个句号，然后这个。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们是准备在接下来一两周里边也把它画个句号。假如说后面加入的朋友，你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学的比较长了嘛，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一个有时间的话在这里提出来，在 Room 里边这个 Room Meetings 提出来。我们这个软件叫做 Room Meetings 这个软件。另外一个在群里面提出来，这个是给大家分享的。然后上周非常感谢 Ron 分享的怎么唱这个 Happy New Year 和他的孩子在这个合唱团怎么唱的，这谁搞出噪声来，自己把噪声关一下，不讲话的时候，好，谁愿意 volunteer 第一个来唱的，我们先唱谱，一定要先唱谱啊 ！Volunteer， 还是要不欢迎这个 Mary 老师给我们大家唱一下？行，好 ，OK。好，我们大家欢迎 Mary 老师。Mary 老师是一个也是我们的教唱歌的老师。谢谢，我在准备。没事没事，你开心吧，就是大家就是。要我唱那个谱吗？还是唱下谱吧，我建议啊。我唱字了吧？就唱谱好行 ，OK， 好的，我刚刚准备好 ，OK， 要看这个 ，OK，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我都看不到了，那个字太小了，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We are singing，We are dancing。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我都看不到那个字，字太小了，那个字里面。你能把手机混屏，可能字会大一点了。手机混屏就比较大一点了。是的，是的。或者是你用第二个手机，我也把要需要的话，我把这个发给你，在第二个手机上面就会比较大一点了。我看到一点了，现在你好，没有了。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新南，新南，新南，等一下，新南，等一下，唱好吗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新南，等一下，我听。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
快乐车唱中心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好，请 Mary 老师唱啊。我现在来了。大家听 Mary 老师唱的，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再重来哈。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唱歌，中心跳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我的国语还是不是太好。非常谢谢 Mary 老师，非常谢谢这个，非常谢谢。我给大家先分享一下这首歌的一些唱法。这首歌是，最初的时候我分享一下这个幸福拍手歌，就是 If you are happy, clap your hand。就是如果你感到幸福，你拍拍手。我分享的是乐谱。嗨 ，Happy。邱守娟也是分享的乐谱。然后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也是分享的乐谱。在乐谱里边，它有一个什么？像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我们在分享乐谱的时候，有些、啊、有过门的，就让到你感觉去找到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也感受到这个音乐本身作者的中。的心意。说到具体这个地方，这首歌比较难唱，大家看起来非常简单，一看都明白。要唱得好的吧还很少，上次 John 唱得非常好，非常专业，那个这个非常谢谢他。我们说一下这个为什么唱谱呢？你看这个谱是八度的，是从嗦到嗦是八度的。你看它起头是什么？第一个小节是哆，第二个小节是咪，第三个小节是嗦，哆咪嗦。它是什么概念？就让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你要讲个故事，要抒发情感，是一个层层渐进的，所以它才有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你看这个推一直从哆一直到推到嗦上面去。这个是抒发情感的一个过程，你唱首歌实际上是通过音乐这种形式来分享你的感受。那这种的话唱下来比较好。那如果唱五线谱就是发发发哆，这个就起得比较高一点，那你有时候会一下上不来。给大家八卦一个小事儿，就是前两天二十号，这个美国的 Joe Biden 在就是典礼上，那有个叫 Lady Gaga 的女神，你看她的最初的一句话也是没找着调。那个是唱歌的女神啊 ，Lady Gaga， 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最终这个调比较准，包括上次丽华唱的那个，最初唱高了，但是后面又降下来。你看她这个音乐是哆哆哆嗦咪，好咪哆哆咪嗦嗦发咪软。就他这么就建的，这个就是整个有一个音乐的这种跌宕起伏，那种抒发感情的那种起的感觉。好，这是第一个，大家我们希望大家还待会都来念一下。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上次 John 提到一个老外唱的 New Year， New Year， 他是唱的那个把 Year 唱成 Year 了， New Year。那我是想说什么呢？这首歌啊，因为不是很快，大家唱的时候啊，嘴也不是很忙。什么叫嘴不是很忙呢？这个英文啊，这个语言的关系，在同样一分钟里面，要说出来的字母比我们汉语多得多。所以唱英文歌的时候，接下来我们面对到的就是说，因为句子比较长，是必须把其中一些不是不重要的，和这唱。省略掉，省音和是唱轻。那在这首歌里面还暂且涉及不到，我们接下来涉及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所以现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唱了这么几个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 ？If you are question, let me know please. Question， 还有问题吗？
所以问题提出来，我们就是要真的每个人都要唱好。谁有问题？谁有问题的？举手或者是直接说。然后 first tell us， 好 ，tell us what's your name？ 可以再唱一遍吗？可以的，就说不是，我现在是问问题，你稍微等一下。好，你算第一个，我知道了。叫做王米是吧？你这个叫好，谁有问题？我是问，因为我们这。今天有最今天是有第一次参与的吗？有第一次参与的吗？老师，我是第二次参与。老师，今天第一次。我是今天是第二次。好，我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好，你们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哪里不明白吗？我是第一次。汉语翻译的不对。新年好，新年好，不要新年来到，哪有来到的意思啊？我是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iPad， 你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老师，我说一下。好，魏坚，好，你说，你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好的，我叫魏坚。好，请说，魏坚。是这样，那个我的问题就是，我的英语太差了，因为这里面的歌词有的那个英语的。发音读我唱不出来，发音我唱不出来，就唱歌那个我就不会。好，你就是因为我们是每次的活动是三个部分，一个是分享一个事儿，第二个是英语部分，第三个唱歌。好，你接下来准备。好 ，Linda， 请说。Linda 有什么问题 ？Linda， 我没有问题。你刚才问是不是第一次来，我就举手是第一次来。哦，很好，我明白了。那行，那我们先下面唱。刚才那个叫什么？那个 M 玩的那个，好，你唱 M 玩的。不是要大家跟着大家一起唱吗？我们先是 volunteer， 你愿意唱吗？愿意。是要唱英文吗？还是唱中文？我们首先要唱谱，唱英文，唱中文。哇，那我要先唱谱啊。对。哦、唱的不好没关系啊。我真的唱的不好哎，我第一次我没有。唱不好唱啊，你要。有谁可以跟我一起唱吗？就是你一个人。哦。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发咪瑞瑞咪发发咪瑞咪哆哆咪瑞嗦西瑞哆。挺好。如果我没打断你的话，请继续唱。哦，那现在要是唱哪一个了呢？这明摆着吗？还唱了个英文吗？还中文吗？好吧，好吧，我没关系，我们等着你啊，你不用急。不是，我有点看不清，因为这个有点小，我的眼睛不是很好。那下次准备第二个手机。不是，我想要那个戴眼镜啊，等我一下，看大一点。把手机横屏就大了。好的，好的。这个时候要快点。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You are singing, you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歌唱，纵情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好，我来说一下 ，Linda， 等一下，我说完你再唱 ，Linda。唱这个歌的话，我希望是这边唱的，就是按我给大家分享的。你在回来的时候，回到这个课完了以后，你自己练一下。首先是练谱，怎么练呢？是蹲着马步，有点小马步，让自己的身体在唱的时候对乐谱有感受。也就是说，不管你歌唱的好与坏。首先你这么做了以后对你身体会有用，这个是我所期望的。然后第二个才是把歌唱完整。当然这个第一个是针对什么，其中有些朋友是从合唱团来的，这个
合唱团有些方法呢，我自己觉得就是他是因为他合唱团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那我自己就是从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我感觉就是说先按自己的声音让自己舒服唱出来，舒服让音乐，让音乐充满你的身体，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唱完整，最终唱好。好 Linda 请唱。好的， Your turn。 把老师刚才讲的领悟了一下，然后看我能不能达到老师的要求。好，再带上你的情感，带上你的情感。好的，好 Go， 不用急，最初给自己一两秒钟的深呼吸。好，然后唱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咪发来来咪发发咪来咪哆哆咪来嗦西来哆。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歌唱，纵情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Linda唱得非常好，唱得非常好，唱得非常好。徐老师导的好，我来给大家唱一下这个，我把这个感觉唱一下。这个因为我是坐着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要跟大家交流，所以这个像最好的是最好是站着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和这个儿童和其他人比较的话，我特别的希望大家，第一个唱歌要让自己的身体舒服，第二个最重要是什么？让你的情感到位。Happy New Year 就是做过新年，对不对？穿新衣戴花帽，对不对？那种感受要出来。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发咪来来咪发发咪来咪哆哆咪来嗦西来哆。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dancing, we are sing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欢乐歌唱，纵情跳舞，祝贺大家新年好。感觉怎么样？讲好。老师唱的非常好。好 ,Eva, 唱。Eva, go. 老师唱的好了。我本来要给老师摁鼓掌一下，摁错了。我唱了。那是那你愿意唱吗？我愿意唱，说话就够，愿意唱就够。打开，情感到位。哆哆，好，哆哆哆。站住！不对了，你看，第一个是要深呼吸给自己，第二个起得太高了，哆哆哆。好，抒发情感嘛，这个先要稍微低一点，然后慢慢给大家一个由浅入深那种抒发情感的感觉。好，继续来。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发咪来咪来咪发发咪来咪哆哆咪来嗦西来哆。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You are singing, you.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欢乐歌唱，纵情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很好，谢谢 Eva。好，哪个朋友愿意来 volunteer， 我们就是大家唱歌大家开心嘛。
这是大家的英语角，谁愿意来？我来行不行，老师？怎么不行呢？放眼够，你就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因为我看得见，别人可能忙不过来。你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My name is 范燕。好，不用急。等一下，站住！永远记住，永远记住，在唱歌之前深呼吸。刚才我给大家八卦一下，那个 Lady Gaga 一样的，就是有时候这个你不深呼吸的话，你唱一唱出来就走调了。第一个深呼吸，这个调子是其实是哆哆，是比较低的，稍微低一点。好。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发咪瑞瑞咪发发咪瑞咪哆哆咪瑞嗦咪瑞哆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这是谁在唱？我唱不下去了。我把这个阿爸不对了，你要给他。是的，你唱不下去。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歌唱，钟情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非常好，非常好，好，一方 ，Go， 一方 ，Go。My name is 一方。Okay, that's great. Go.Oka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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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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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mi so so fa mi re, re mi fa fa mi re mi do, do mi re so si re do.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歌唱，纵情跳舞，祝贺大家新年好。很好，好，美琴，好 ，Go， 美琴，美琴，告诉大家你要什么名字 ？I am name 美琴，嗯，都好 ，Go， 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发咪嘞。雷米花花米雷米哆哆米雷嗦西雷哆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祝贺大家新年，不是Happy to you all.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歌唱，纵情跳舞，祝贺大家新年好。好，这今天是第几次？今天是？啊，今天有来两三次了吧？好，行，好，继续。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我们稍微给大家休息一下。我来说一评一下吧，就说大家平时还是唱的比较少。那这个我们先把英文和中文放一遍，先要把这个谱唱好，把这个整个 Happy New Year 这种旋律，上音乐就是这个旋律，这个节奏让人比较舒服。你看，哆哆哆嗦这种感觉唱出来。那至于这个英文部分和中文部分，你先要念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先念，然后你在念的同时去显你，去显现你唱的谱和它对应起来。那这种的话，你整首歌的话在唱的基本一致，那接下来把你的身体调动起来，把你的情感调动起来，然后再唱，那么这个就比较好了，这种就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唱。就是说我是希望大家啊，就是说当唱歌是比较开心的，说音乐比较开心，还是希望大家用手机把自己唱的和说的英语，唱的英语歌录下来放到群里边或者发给我，然后你会看到你自己跟着我在这个互动课堂里面一天一天的进步，这就是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你说一个小 baby 要从学要一来就爬是不可能的，要一边是要一来就走不会的，要先学会爬然后学会走。有什么困难我会陪着大家，我们一起来战胜困难。好，下面还有几分钟，我们好继续来念。今天准备就把这首歌就暂告一个段落，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针对个别的朋友再继续再说。我们在群里面就不再讲这首歌的难点什么东西了，如果有例外的我们再单独说。好，哪个朋友愿意来唱的？老师，我唱一下谱和那个词儿，那英文那部分唱不好，你可以空吗？要不你稍微等一下，你这个已经好像唱了两遍了，是一遍了是吧？跟其他朋友我没有唱啊，因为其他没有唱。这你唱过吗？我今天没有唱。好嘞，不好意思了，我记错了。好，魏坚你唱。唱，我只唱谱和词儿可以吗？没关系，就是按你喜欢的，因为唱歌嘛，你对不对？就唱，然后以后再逐渐往上，没关系，不用着急，给自己一两秒钟的深呼吸，唱唱好。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发咪来。瑞咪发发咪瑞咪哆哆咪瑞嗦西瑞哆，新年快，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歌唱，纵情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谢谢魏江啊，你接下来把这个歌词的英文的部分用纸写下来，多读几遍，然后下次有机会再唱，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啊。好好的，琳达稍微等一下，谢谢琳达又举手了。好，其他哪个朋友愿意唱的，琳达稍微等一下，我们还有四分钟，我们今天提前一分钟结束，要不要影响后面的老师了。好，哪个朋友愿意？好， Judy， 好 Go Judy， 琳达接下来唱，琳达先给 Judy 唱了，琳达很好，今天比较主动。好， Judy， 听到我说话了吗？ Judy 回答我。是我吗？ Judy。 哦哦，我没开音。 OK。 哆哆哆嗦咪咪咪哆哆咪嗦嗦发咪来，来咪发发咪来咪哆哆咪来嗦西来哆。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歌唱，纵情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行，非常谢谢这个。我再多句话，就咱们这是英语角唱歌班啊，这个，所以大家这个英语部分一定要加强，这个就是争取，就是我们先怎么说，把这唱歌的部分的英文部分多说几遍。好 ，Linda Go。哎，老师好。那个刚才虽然唱了一遍，但是我觉得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那么唱好，所以我想再来一遍。对，现在给你 your turn。对，也这是新年好的歌，借这个机会，然后对老师和群里的朋友提前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好。好，Thank you much。OK， 好 ，Go。
I'm going.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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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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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mi so so mi do mi fa mi re re mi fa fa mi re mi do do mi re so si re do.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You are dancing,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新年来到，新年来到，祝贺大家新年好。快乐唱歌，快乐舞蹈，祝贺大家新年好。谢谢琳达。有点小，没太看清歌词，不好意思。这个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就是大家最好搞个那个 tablet， 把这个图片发到 tablet 上面就比较大了，或者是把这个手机啊横过来，这个字就变大了。这是我们再重复了这个三次，重复了多少遍呢？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啊，不在乎有什么东西，不在乎吃了什么东西，不在乎买了什么东西。首先我们这个心境要到，也刚才非常谢谢 Linda， 你是在哪里的 Linda？ Where are you from？ Linda？ Wait， OK， wai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Montreal。 OK， 哦、oh, Montreal， OK， OK， Welcome， 我是 Montreal 的，就是一个 心情要到，心情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你看这个调是哆哆哆嗦，这个是我们平常说话声音的调，所以我们在起的时候啊，先跟大家深呼吸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状态进入一个唱歌的状态，是啊。这个一秒钟什么？就是想我这个歌的调子起的是什么了？是什么调？有些歌有个过门那个比较好，但这个没有过门的时候，一张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体现你水平高低了。因为我是提议大家，这个把这个歌作为一个礼物。一个亲朋好友，所以大家就准备好，都录好音，需要我来这个稍微点评一下，大家可以发给我。春节没几天了，然后我们大家一块唱，只有一分钟了，大家都离手机稍微远一点，因为大家声音大了以后，这个没办法乱七八糟了。然后大家我说 one two three go， 说四声以后，大家再离五声一块唱，然后英文和中文的中间留个四拍，大家明白了吗？好。One, two, three, g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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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太注意 好，大家周末快乐 ，Have a good weekend。老师快乐。好，大家快乐。Have a good weekend。谢谢，谢谢老师。大家快乐快乐一天啊！我们现在已经超时间了，有什么话到群里面说啊？Sorry， 阿丽丝。Thank you, teacher。哎，林东啊，林东啊。Thank you, teacher。喂，哎，你说主席。Very much, teacher。那个唱歌班的人先不要慌着走，我有句话说一下。我要不静下音吧，静下音，要不大家声音太嘈杂了。你说主席，我怎么啊？我说静下音，我刚静下音。那个静音，我说唱歌班的这个还有这个，马上这都到时间了，还有我们这个。这个还有咱这个中级班呢，英语角中级班呢，这个Lisa老师到了啊，那个Lisa老师啊，先在吧Lisa老师 ，Lisa 老师 ，Lisa，Lisa，
哦，你好 ，Alice 是吧？不是 Alice， 我怎么 Alice？ 我搞得我现在是那个 Alice 在的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啥，这玲珑老师这边他这刚结束，这个唱歌班呢，我还有咱这个班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是基本上每一次活动，这今天这是第四次了啊，第四次早上一个早读，接着是一个八段锦，第三个就是我们这唱歌班，现在第三个，你这是第四个班。第四关我看时间吧，我也可能会出去拍视频，这个有时间的我都给他讲，没有时间的我浪费你的一点时间啊，因为每次要讲，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春节啊元宵节这个活动呢我们下周三都结束了，就是说大家拍视频这个活动，说这个也很重要，时间呢说紧也不紧，因为要是大家落实下来了也很快，这拍起来也很快，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也注意的方面，浪费一些时间，反正你这边十一点结束，你还可以往后再延长，也可以。Alice， 收到了。那，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给这个录音关掉。是这样，这个我们这边呢，这中心这边呢是这样，这次活动呢，也差不多，从发公告吧，中心的网站，包括中心的群公去这个公众号发布这个消息，已经差不多一周时间了。这个前期吧，大家那个也知道，这个春节这个不是这个圣诞新迎新晚会吧，做的也挺好，大家都感觉都是评价也挺高，也确确实我们这样的付出很多。说到这个春节这个时候吧，我们也。不考虑搞太累的事，因为本来现在中心那时候是50多场活动，现在已经到70场活动了，所以说工作量也很大，还是考虑疫情期间呢多给大家呢多一些这个活动，尽量的满足，尽量去给大家多增加，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嘛，多给大家的一些帮助吧，所以说呢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今年就是举行了一个，就是对国内，就是春节嘛，就这是咱华人华人华侨，这也是我们国内同胞的这个春节嘛，每年一次，这很重大的节日，我们就做一个视频拜年活动，就是我们加拿大华人志愿中心的志愿者，向这个我们全国全国人民吧拜年，春节拜年，这里边呢，一个是作为中心来说，一个是我们志愿者，这有的长了5年多时间。有的1年多，有的几个月，有的可能几天，或者是有些志愿者还要进入，说都不一样。但是作为我们志愿者拍视频都是一视同仁的，就是你现在还不是志愿者，你只要说今天或者明天你给中心转发一些信息，让一些朋友在这个一些民众受益，你就是中心的志愿者。这个呢比较宽泛，也希望大家呢都参与到这个。主要是想大家参与到咱中心这个活动中来，我们拍这个视频有主要两个方面，一个作为中心重要的是中心做一个资料留存，而且来做一个中心形象一个宣传，当然也是一种对志愿者一种答谢吧，志愿者形象的一种展示。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视频呢，中心的这个技术人员会把这些视频，尽量大家拍好一点啊，不好的视频最后呢没办法。就是说尽量拍好一点，根据这个要求啊，这要求这个有些群里已经发过了，根据这个拍摄视频的要求，你就拍好自己这个视频，也很简单，一个视频也就10几秒钟。说呢这个就是单人完成的，你一个人也可以，你一个家庭也行。这个呢把这些视频集成以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剪辑以后呢，我们上传中心的网站，包括 YouTube。咱这也是实际上这我们是像因为这个网上嘛，我们是通过向全世界是发这个都可以看到，做一个长一个宣传一个中心的一个活动一个宣传吧，就像我们的宣传片一样，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正好是春节期间呢，国内有些电视台啊，有些或者是我今天早上给中国侨联的一些领导也沟通过，我还说邀请他们参加我们志愿者来，他说我默默给后边支持你们都行了，我们这官职不合适，拍视频怎么回事？他领导也说了，我们这视频要以后，他们也该在包括官网上啊，中国侨联什么官网上啊，这个也发布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中国侨联呢，
就是我们华人华侨的啊、娘家啊，他们就是、啊、我们回国了就找中国侨联，各个省的侨联都可以，当然侨办是政府的啊，这是，侨联是民间组织，这个也是当然说也是基本上也是半官方状态，也是官方状态，实际上是这样说的是民间组织，实际上是个官方状态，作为侨办的这个现在属于政府嘛，都是政府的侨办属于政府这一块序列，有些说这属于党委序列。现在咱们就是说他们都是为我们华人华侨服务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情况。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活动呢大家就是说重视起来啊、我希望每个志愿者啊、这个每一位志愿者啊、就都能够参与进来啊、这个把这个视频拍好啊、就是这个情况。然后这个视频拍放呢，我这个一个是我要给大家呢可以扫码进这个群，这里边呢包括一些电视台导演，我今天也他们也在里边呢，也可以给大家互动。这个我把这个现在可以扫码啊，还可以扫码。我把这个那个丽丝老师，我先分享两个图片啊。艾丽丝。没有问题，您先分享。我还没有到我，等会我再分享，没关系。这是林哥分享了。两个二维码，我为一个是在那个。就是咱们这个元宵节活动这个二维码，春节活动二维码，我分享一下大家呢，大家可以，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就是扫码进去，里边呢。这前边呢，就是实际上这个群原来是我们中心这个咱这个迎新晚会圣诞愿望的一个就是大家一个筹备群，现在改成这个活动群了。说里边呢很多中心的骨干呢老师都在里边啊，也就反正大家就在里边交流嘛啊，这是一个啊，大家看有时间给一分钟先扫一下嘛啊，这里边呢这个就说这拍摄视频里边就是说你。可以拍你一个，因为咱这个呢不是拍视频的，就是你在国内，我们的志愿者在国内，这个包括在这个你比方说我国内，我今天早上我联系有几个，一个是我们陈大使，一个是我们那个杨氏太极那个杨老师，杨不是那个那李老师，李洪荣老师，他在延安呢，他说他在宝塔山下去拍一个视频，就是十几秒视频，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代表加拿大，就是我或者他这几个人两个人以上，就是我们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我在中国延安，这个或者我就在中国延安宝塔山下，对吧？他这样可以这样写，就说我在那，然后就是祝这个咱那个视频就是嘛，我这个全国人民说什么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这个什么这个我现在刚刚还早上我还背得很通的啊，就是说他那个连着就三段话，就都给他说出去就行了，就那几句话一讲就行了啊，他们就是这样拍一个，那个陈家沟那个陈大使，他可能在陈家沟，可能他武馆门前给大家可能会是这样啊，他们讲，我早上跟他们联系，他们也想这样拍一下。证明这个呢，也就更多的志愿者嘛。我们以后到陈家沟去了，我们以后到延安去，去的都可以，这些都有我们的志愿者在给我们帮忙嘛。这也挺好的。这个我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不管你在中国还是还是加拿大还是美国，你在哪个地方，比方说我们现在我在蒙特利尔，我就说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我叫李广磊，我是李广磊。一个人手一定要说你是谁。你说大家的话，我们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我都不要写名字了，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我们在美国的佛罗里达，都可以，我们在中国，中国的上海，中国的北京都可以，就这个意思。下边呢就就是这个，大家就是这样去，这个都是你自己，为啥这样讲呢？就是你自己去回去的操作，就十几秒钟。那个视频现成的话，三段话，你去你哪个你感觉可以，你就写哪一个，都行了。主席啊，我插句话的，我可以吗？这个我扫了，我刚刚是说的时间有长啊，这个我再然后一分钟，这是一分钟，我再把那个视频呢，你可以
到群里面你可以问，这是有个视频，这个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提交群，这里边呢大家导演都在里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在里边提出，包括中心的技术员都在里边，也都可以这个给在里边呢给互动沟通，有哪些问题不清楚，他们有时候都发出来的东西了，大家可以扫这个码进入群。好了，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吧。哎呀，这个比较重要，说是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啊。那爱丽丝老师你就开始吧。OK，Thank you 啊，谢谢李会长哈。OK， 大家都明白了哈。如果需要扫码的，请即刻扫码，因为等会我要换一个屏幕了哈，所以你需要的话请扫码。OK，Let's、okay, start it。Okay, hello. Today is January 24th, 2021. Another Sunday. Yeah, always be Sunday. Good morning, or I may say good evening to someone who live in China now. Let's get started. 安丽丝，我撤掉了。Oh, that's okay. 等一会儿，没关系，随便。没关系，老钟，先放。Oh, yeah, yeah. I will put new one. Don't worry.